像随机编排的剧情，行走沙漠里探索未知谜题，看不清暗处藏着几双眼睛，幻想着未来将会走向哪里，是谁瞄准中心，从不是说别意，新的女朋友正在快递，你看我我看你倒数五四三二一准备就绪，停停走走停停，沿途陌生的风景顺着脚步收听，起伏也来不及，倒数五四三二一我就开启，千万别眨眼睛，快快来一场奇妙的相遇，怎么这么疼？怎么全在这儿？昨晚不是回去了吗？昨天晚上是你偷吃了我的肉吧？给我吐出来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此事太蹊跷了，队长。我不是木兰姐，我是桑琪。队长，我一定是在做梦吧，喵。喂，你给我好好说话，还有你乱啃什么呢？我怎么变这么矮了？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别用我的身体抱别人。都安静点！你们把我都给绕晕了。先让我来理一理。你是凯，你是玄策，你是守约，你是沈梦溪，你是桑琪，你是那个女马帮，我叫歌样、好了，现在情况就是我们互换了身体，你们谁还记得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我记得昨晚我们分别后队长，我包里正好还剩点肉，要不大家填饱肚子再出发。行吧，那速战速决。要不要问问他们两个？随你。慢点吃。等等，好像少了谁。飞不见了。那个守约，你去四处找一找。好。我们接着回忆，都好好想一下昨晚有什么可疑的事发生。我记得大家正在拼酒吃肉，非说光吃肉不健康，得来点绿色食品。这个绿水费还足，我来给你们做点特色美食。对，就是这时我记得来了只狗。肚子饿了吧小可怜，你是想吃这个吗？怎么，你对我喂小狗有意见？这就是只普通小狗，能有什么可疑的？没意见，队长最善良了。别给我这么谄媚。我想到一个事儿，那个仙人掌烤好之后，那小瓶很奇怪。那是我哥的独家烧烤秘方，我们在长城天天吃，从来没出过事。我想起来了。什么？那个烤仙人掌配酒的味道非常好。没想好可以不说，完全想不到可疑的地方啊。那个，如果最后咱们换不回来该怎么办啊？把我的身体还给我。每年这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憨憨会中招啊，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。我说你们冷静点。对对对，他说话了没？我是飞。大家别慌嘛，你们看，现在连我的身体都不知所踪了，
要急也是我该最着急。可是我觉得，就算以后我只能以这个样子活下去，那他也困不住我向往自由的灵魂。飞说的没错，就算这样，我也照样能守卫长城。我也会好好适应的。没错，队长，我们回去吧。你哪也别想去。我回来啦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找到他时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好像是想让我们吃这个。这是在还队长昨天晚饭的恩情吗？我怎么觉得他这个样子还挺顺眼的。哦，不愧是我，变成什么样都这么帅。不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哎，我回来了。啊，这是解药吗？可算缓回来了。还是这样，睡眠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赶紧撤。对了，队长，我挖回来了这个，可以给大家煮了当早饭。被我找到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不过幸好刚才那些憨憨吃的不是这个。寒风藏着精灵，星星都被唤醒，让游的风景落入眼睛。拥挤需要动力，穿越荒漠的孤寂，还好你陪伴我的旅行。阳光风雨都经历，调整呼吸，再继续。时间在走，慢慢接受，允许我伤痛，今天先溜走。哇啊啊